家好，我是米小爱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带大家去看一款，今天我们要发往意大利的一款，搭配了一个新手剧。那么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，Go Go Go！ 现在呢，我已经前往这里了。那现在看到我们的同事呢，正在给它进行清洗，然后等待最后的发运。这款机子呢是 YC230-9 的机子，然后搭配的是这一个艺术剧。那么它的主要用途呢是用来做机身的报废啊，或者是钢材的裁剪，极了，特别的帅哈、等一下呢，我的同事们他们会去拿一些小的钢材，然后过来给大家做一下拆剪的示范动作，小小的示范一下，那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拆剪效果。钢材现在已经拿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量一下我们这个钢材的这个厚度，110，小110的。那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，然后来剪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这个钢的厚度呢不是特别的厚啊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已经把它给轻松碾碎。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啦，那喜欢我们这款挖掘机或者是这个数据的，记得评论或者是私信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